立呢一个粒水后援会系因为最近市道又真系十分之差啦，咁啊开始有少少顶唔系好到啦。咁又见其实日常都仲有好多琐碎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咁唔系试下开咯。佢就系 E.G.， 佢系一个处处倒霉并且唔系好稳得嘅 YouTuber。上个月又冰爆咗两个。佢每日就系喺 studio 入边剪片同埋拍片，贫穷令到佢一日食唔足三餐，仲开始伤害起自己上嚟。哇！更加放弃健康，饮未煲过嘅宫下水。啊，呢个唔关事咯，我嗰啲自己唔小心呀。佢亦都认为呢一个情况继续落去，好难支持到自己嘅生活。依家只需要加入粒水后援会，成为宫下水会员，就可以提醒 E.G. 身体健康嘅重要性。就算再穷，都唔好饮未煲过嘅宫下水。加入中级会员矿泉水级别，更加可以令到呢一个低能儿有机会可以饮到新鲜嘅矿泉水，摆脱宫下水嘅命运。如果你环境十分之富裕，你仲可以考虑一下加入最高嘅级别钻石能量水。不过其实间嘢到底执咗未嘅咧？点解咁耐都好似冇听过？佢仲话好多谢咁多位嘅支持，令到佢呢一个月光族可以继续一路出片，一路生存落去。喂，你系 E.G.？ 系。我睇咗你 channel 噶，我系宫下水啊。喂，你系 E.G.？ 我睇开你喎，我矿泉水嚟噶。我一个人喺度行街嘅，使唔使听下歌先啊？喂，最近咧天气热啊，够唔够凉啊？我睇开你噶，喂，钻石能量水啊，老豆！加入粒水后援会，令到 E.G. 可以好似呢一棵植物咁样灰乸晒，但系都未死得。咁以上都系描述我心境入边嗰啲 FF 场面嚟嘅啫，真人见到又未必会咁夸张嘅。不过好难讲，我惊我真系忍唔住喊出嚟。好啦，好啦，咁星期四档案咧就睇完啦，咁系时候讲一讲呢一个甩水后疏系甩水后援会啊。嗱，放心啊，平时出开嘅嗰啲主要影片咧，依然系非会员都可以睇到嘅。咁究竟加入咗甩水后援会可以睇到啲乜嘢呢？第一，咁首先就系平时主要片段入面嗰啲 NG 片或者幕后花絮片啦，咁全部都系我觉得好笑，但系就唯有忍痛剪走咗嘅部分嚟嘅。第二啊，咁就系呢个自弹自唱。咁我有阵时弹唱啊，就会攞呢个相机咧去直接咁样录完就成条就咁 up 上会员嗰度啊，快好多噶，做少嗰啲后制咁，所以就会有多啲歌听嘅。第三啊，一啲平时镜头后嘅日常生活片啦，咁可能我出街有嘢想同大家讲，又 up 上会员度啊，若然突然间有啲得意嘢拍得又砌唔上一条片，都会 up 上去会员嗰度嘅。第四啊，估唔到佢 default 系有呢一行选项嘅，就系呢个会员嘅专属桌布啦，哇爽！嗱，咁我就做 model， 然之后影啲 wallpaper 俾你哋用，爽唔爽啊？唔好退订住，讲下笑嘅啫。咁我啊中意影相啦，咁有阵时我影啲风景相咧，就唔知 up 去边度好。啱啦，而家啊可以 up 上去会员专属嗰啲区域度俾你哋用啦。第五啊，就系、是、E.G. 本人嘅深度尊敬。你哋嘅支持咧，对我嚟讲系真系好重要嘅。咁所以个三个会员嘅级别咧，就冇话譬如高级啲啊，就会有多啲嘢睇啊。暂时都唔打算咁样去做啊，纯粹咧咁都系随缘落座啊。大家若然真系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咁就可以自己拣一个舒服嘅级别就好啦。到最后，粒水后援会欢迎大家，多谢。